我是马浩，我热爱弹钢琴，喜欢游泳，更喜欢冲浪。但或许你不会想到，八年前的我还是一个需要靠背架才能走路的脊椎侧弯患者。透过在治疗脊椎侧弯这个过程，我知道或许我并不比别人来的优秀，但我愿意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来去获得成功。全力以赴，不怕失败，这就是我对梦想的执着。大家好，我是马浩，那我现在就读立山高中的数理自由班。在去年11、12月左右的时候呢，我透过特殊选材的管道录取了清华大学的部分系。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患有脊椎侧弯，那我的不论是走路或是拿笔的力气都是比别人更差的。那为了要去锻炼自己的肌肉，我就去学了游泳，然后到最后学了冲浪。因为学了冲浪这件事情呢，我就对浪啊、风啊这种流体的东西感到很有兴趣，所以后来就选择了这个方面去做我高中的这个专题啊，这个研究，所以选择了风力发电这个题目。从高一到现在，就是用这个题目来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跟研究。那像我来说，我其实在高一就决定说想要往部分系的方向发展，因为我知道我希望可以在包含科学工程领域跟这个同领导领域方面去做发展，所以就在高中时期参加了各式各样的科学工程的竞赛，包含科展啊，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以及在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的部分。那就用这两个经历呢，去申请了清华大学的部分系。同时，我又知道自己应该要用这个特殊选材的管道入学了。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上网查了各式各样的升学管道，包含特殊选材、繁星，还有这个个人申请、分科测验等等的。那在我认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偏科的学生，我在某些科目上面表现特别好，但是在很多科目上面是特别差的。那所以我认为我是比较不适合在现行比较大众的这种考试管道入学的。同时我又知道自己应该比较喜欢跟未来有兴趣想要钻研的方向，所以我就选择了特殊选材这个管道来去做未来升学的方向。我在真正上的课程是两堂的书面辅导跟两堂的面试辅导。那其实我觉得老师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能够知道教授想要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来去告诉我说我的文字跟我的讲话内容要去怎么修正。当时在做备审的时候，我的整个思绪是混乱的，因为从高一上学期到那时候特选之前大概是高下学期的这个时候，那其实我整个经历是非常杂乱而丰富的，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整理它。那后来到征战那边之后呢，他们告诉我说其实我应该要把我整个精力去聚焦在第一专场上面，所以我后来是把这个备审拆成70%这样第一专场，那剩下30%呢才去做我的社团经历跟第二专场的撰写。那他也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具体的描述我做哪些事情而学到什么能力，不能只是很空泛的写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在征战的这个面试辅导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辅导老师做模拟的提问。那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他第一个他会修正我的回答内容，告诉我说我要怎么样去更能切合教授想听到的东西，跟怎么样去快速的把重点抓出来，让教授能够一听就知道我到底想要讲什么东西。再来就是他会告诉一些我可能自己不会想到说原来这个东西教授原来会问的题目。像是第一个就是教授问到说冲浪跟我的这个现在做的这个科学研究工程研究有什么关联，还有他也会问说特殊选材的学生都是优秀的，那为什么我要选择你？你认为你比别人优秀在哪里？这种题目是我当时没想到，真正老师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准备，所以后来被问到的时候，其实就还蛮开心的，因为回去有准备到这方面的题目。给学弟妹建议的部分呢，就是如果你今天知道自己是偏科生，比较不那么适合走现行的大众的考试管道入学，或者是说你已经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尝试走特殊选材这个管道。那走特殊选材这个管道呢，最重要就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我们跟一般学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除了要去应付学校的课业考试之外，我们还要去花其他时间来去准备比较特别的经历、专长，还有这个比较特别的学习的部分。所以时间分配是非常重要的。那以我个人来说，因为我从高一就知道我要走特殊选材，所以在没有考试的状况下，我大概会分配70%到80%的时间去做特殊专长，那20%去做读书跟这个课业的应付，那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才会去回复到50%50%。以这样的状况呢，我就从高一上学期到高二的下学期去做这个特殊选材的准备。那时候教授在面试的时候问到我说，我觉得从我这些经历中得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答案其实并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样工程研究能力，或是我得到什么样做实验的这个态度，或是学到什么样的方法，而是透过这一个比赛，我学会要怎么样用自主学习的方式去磨练自己的能力，
透过一个一个失败或是一个一个奖项来去不断精进自己。我觉得征战对我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他们的辅导老师能够用教授的观点来去看我的备审资料跟我的面试，而不像我可能只是学生在写的时候或许会没有办法去切到教授想要看到的重点跟教授想要看到的表达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是征战对我来说最好的帮助。或许你原本写出来的备审已经有70%或是大概70分80分左右，但是经过老师的调整想必能够到100分甚至更好。